做做兵器，怎么？你领国王不心贼啊？小声一点好不好？我就帮我大哥要钱。要什么钱？赌债啊！啊！你大哥老子的连看到母狗都会脸红，会去赌博？我不相信的。听说去爱上农药店的女孩，人家跟他开玩笑说，如果骗金额20万就嫁给他，他当真。想不出办法，就托我爸爸的存款部。 领了钱去铁五那边赌不到2个小时都输光了，还道歉人家3万多块。一定是过去找铁五要钱了。哦，我看你皮痒了，你不想活了啦。就不相信铁五真是铁打。 外面有人要找你，好了好了，叫进来。进来了。干什么？我是建花的弟弟，我哥哥知道他自杀，他输了钱，可不可以分给我？老子这里不是电视台，少给我演戏了。干你娘！这里是赌场哎，你把我这里当做银行了？你哥哥是来赌钱的，还是拿钱来放利息的？干你娘！ 我大哥说你们诈赌啊！出老千啊！诈赌啊！我操你妈！我吐什么干？说老子这里诈赌，老子不屌你，你还以为我怕你啊？话给我越说越大声了，哈哈！还带只小扁钻来想杀人啊？老子这辈子还没被人杀过呢，心脏在这里，有种给我插下去啊！干！ 老子这个常常没被人砸过了，臭逼养的，带个小扁钻来，你想唬人啊？你敢用吗？我冷巴的给好喊，我干你娘了个小杂碎！想到这里耍流氓啊，回家给我吃几个猪胆就过来了。
哎，大家送来了，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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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谢谢大家。来，用，大家吃。吃吃吃，来来来，吃来来吃。哇，好香，好吃。先回来啦，叫阿母啊，阿母，行啊，来来来来，过火过洗一下，叫阿母啦。这面线过匀。好。你若把汤啊，烤好嘴嘞哈。阿爸，汤好啊。阿爸。哎呦！哎呦！阿爸，好好哩。哎呦！下来，阿爸，你赶紧上下来。下面来，来来，你太粗心了，阿爸，你不要再浪漫，你下来。阿爸，下面来，下来，啊，下来，你别把你气，啊。你唔能够跟你妹打联盟哦！你能够跟你妹打联盟哦！你妹绝对跟你怕死！阿祥，你安尼一个人，害我全家伙无面通好见人，哈！卖阁在咧现世现实啊！跟你妹死出去！阿祥，你哦，你跟你死出去哦！阿祥，你叫啥？你要做流氓？该打定出去啦！都不知道，回去讲清楚就好了。怎么讲得清楚啊？关都已经关过了，头上都有记号。我在家里没有用，吃闲饭是不是？你们不要为我烦恼，两个老的靠你们。要是有办法，我会寄点钱回来。你要去哪里？建业都拼得出来了，我不相信社会比建业还难拼。是我连累你，都是毒害了我，我不敢跟爸爸讲清楚。这一块血，我会拿来当本。拼得怎么样？再写信回来让我们知道。嗯，会。你放心。
你不怕眼珠子掉出来啊？刚才在台上看的不够，现在在后台嘞，还看？嗯，对，你本钱那么够，要是我，宁愿去酒廊舞厅去赚钱，比较高级啊。歌舞团，给那些阿公阿伯啊，十三四岁的小鬼，300块一丢，就随便人家看，不值得啦。高级，你懂个屁呀、啊！酒廊舞厅太麻烦了啦，男人想要的还不是都一样？唉，就是想要玩你啊！我在这里有什么不好？他们看得到，摸不到啊！我就算啊，再跳他个10年，也还是处女。你说谁高级呀、啊？嗯，你是处女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去找医生证明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不必找医生呐、啊，我来鉴定鉴定就可以了啊！这大妈不会是不是？干、哎哦哦哦哎、你娘！真、哎、的太好过了，换你做懒家伙！哎呀，要破了啦！不要脸你！啊，天气不好，阿坤啊！癞蛤蟆想吃阿坤啊！不要脸啊你！哦，哎，你就是阿坤啊？哎，我们老大眼光不错啊。阿坤啊，阿典老大要请你吃宵夜。对了，我们老大找你啊。嗯，这样啊，那价钱怎么算？价钱啊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们老大照付。嗯，照一般的行情，陪酒一节40分钟3000块，那小费1成啊。臭婊子，我来干你！你想要干什么？不要了，大家自己人，总要让他穿一件衣服啊。火气不要那么大，来来来，抽根烟啊！我们到外面等啊，哈，来来，快点啊！看见了，马上来了，马上来！干！赛乌了，你呀、啊，捅的篓子那么大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发飙，叫生意怎么做？我看你给我滚了，不然我会死在这里。哎，你讲什么屁话？哦，人家带我去玩假的，你都不管，人家受伤，你马上叫人送医院。朵桃为我们受伤，哎，你理都不理，还叫他滚？好啊，滚就滚嘛，走，哦、老娘跟你走。哎秀豆，你真的还是处女吗？骗你我会死啦！今天还是处女啊？看什么？专心开车啦！
阿姑呢？死到哪里去？你懂个屁呀、啊！就是要留一点，男人才会喜欢呐、啊。嗯。啊！你没讲一句，甲你引起落去。你不要面子，也要给我留点面子啊！你放什么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给你面子，你怎么不给我面子？跟你半年多，你有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？啊！连这件不赖甲都是老娘自己买的啦。看不紧，怪爱给。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？管我这个，管我那个，你管我穿什么衣服啊？我希望赚不到钱吗？你，是你叫我走正途的、啊。讲我的吃袂好，你嘛讲我要对你没礼貌啦。到现在还讲这个笑话，你后悔啦？哼，老娘哦，那个时候不是脑袋秀逗，就是喝醉了啦。才会说那些话出来，随便说说的啦。随便说说。对呀，怎样？干你娘！你把我当傻瓜啦！干！哎呀！怕你死！干你！干你！干你！怕你动我养白痴！干！啊啊啊！哎呀！哎呦！跑得比杨宗纬还要快啊！平了，谁也不欠谁了。我要走了，东西放在这里，有空我会回来拿。要走走远一点了，不要散散步又回来吵我睡觉啊。
白皮。哎，我胡了，嘿嘿，谢谢啊。凑一次，白皮三看，对对胡，总共是十一台，谢谢。四万。哎，四万吃一张。哎，今天的牌真难打。嗯。对家要七条，看你把我当凯子。该你的啦，快点啊！哼。干你啊！林北哦，走开啦！这辈子最恨人家诈赌了，你知道吗？林北哦，会这么倒霉，都是被诈赌害的。大哥，大哥，叫你老大出来见我，不然大家很难看了。啊！你们抢的诈赌，没有了，误会误会了。谁叫你老误嘞？谁？啊？谁诈赌？来来来。你呀，诈赌！不打听打听谁的场子来这里诈赌啊？你跟他一路的？没有啊，还说没有？哎呦妈，都烫死了！外面来的了。哦，外面来的，我以为他们厂员出老千呢。好啦，大哥，不要再演连续剧了。我输的钱赔给我，我马上走。再打下去，要是有内伤，多花钱的是你啊。兄弟，怎么称呼？老实人，无名小子。阿姨啊，老大，看他输多少，给他两倍。嗯，给他了。伤口不要碰到水。妈！够不够？还差一千块。哎，世界上也只有我这个呆子。
你的地方，来，我替他赔罪。哎，坐了。我现在正缺人，如果你看得起我，来跟我，怎么样？老大，你找我。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了，打败棒赛拢爱外去卡称，这是什么东西嘛？天哥，阿大妈今天怎么没有来啊？会来啦，没吃饭不会死，阿妹来给你们踩踩还能活啊？哎，十二号去杀到阿大妈、哦。哎，阿大妈你来了。哎，阿大妈，阿你干那请阿那笑呀？我早知道你看不起我，就不救你了。走开！阿东啊，你干嘛火气那么大嘛？我刚才让你笑，我是疯子啊！干你！好了啦，不要这样子啦。我是跟你请个那笑牙啦。大志搁兴提。你家己吵，伊人搁咬完喂。阿德。阿丹妈，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干什么？人家生日，想请你吃蛋糕啊。没空啊，蛋糕我送。哼，才不要你送，人家有钱可以自己买。十二号，我跟你讲，跟我们这种人，没前途的。知道吗？我听你的够。阿丹妈，你认识一个叫阿坤的女人吗？认识啊。她到处在找你。在哪里？阿坤叫我进去。阿丹妈，你的孝心。啊？没有啦，我是说你有案底啊，这样进去不是羊入虎口吗？阿丹妈，哎，你实在有够大头哎！这口小五高电头。借个厕所，直走向右转。啊！哎，等一下。不要忘了冲水啊！啊！哎呦，你来找死啊！你是通缉犯，你不怕死啊？干，是你叫我上来的啊！我哪有叫你上来？我叫你赶快走，找人来保我。哎呦，你真是够呆了。你怎么被抓进来了？我要去跳啊，算天的。谁知道警察穿便衣坐在台下，老板也不知道死哪去了，把我们丢在这里。干！你要给全世界男人看，你不会爽完。要你管呐、啊！你凭什么管我？不要脸！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不是你什么人啊！如果我再来保你哦，林伯哦，大头叫你盖着念头。谁稀罕你来保？你拽什么东西啊？你这好东西，你稀薄两口，你出去给车撞死好了啦！干你娘！
厨房。啊。嗯。厕所，客房。哎，卧室。剪掉了，放心了、啊，老子现在有钱，可以买新的了。哇，这个战场不错嘛，还镶金边的哦。嗯，蛮识货的嘛，进口的。要不要来试试看呢？谁怕谁啊？你带我回来这里，对我那么好，为什么？点不点了？来办事。你那笔账要收回来，不要太凶哦。放心了、啊，大妈，三郎的两个小弟是我的死党，他们偷偷跟我讲，你跟老大走太近，三郎很不爽，加独单的。这个人啊很有心机，最近常去齐亚卫那里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了。知道了。心事那么讲出来。哎，你那边搞得不错的样子啊，一挂老胶卡拢真好落啊。老大，啊，这些、啊、都靠你的招牌。老大，有钱啊要存一些起来。以后看要做生意、开餐厅啊，比较正途啦。要不然啊，像我，儿子都读博士啦，看你，跟恁爸安尼无大无小，定来跟恁爸碎碎念啦。讲爸，现在在扫黑啦、扫黄啦，要改邪归正啦。啊，该念的客兄讲的，恁爸啊。从小就没有给他饿过，没有给他冷过，读书每科都请最好的家庭老师，最多啊一次请八个啦。看，光恁爸写，总归一句啊，我正读走得太慢了，所以啊，今天啊，连自己儿子都有理由来教训我。哦啊啊！有钱呐、啊，父母要孝顺。女人喜欢呐、啊，也要结婚呐、啊。哎，阿姑那不错呢，她管得住你呀、啊。嗯，邱家小，老大，我老子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话。嗯。你们干嘛啊？
这土鸡啊，家己饲的较甜啦，就好食的，真正。阿爸，来，我敬你。来，你得搁开车，让你坐这嘿。嗯，二弟啊，我提钱倒转来，这间厝翻翻的，以后我甲二兄结婚哦，才有地通住。嗯，迄款要收钱哦，厝若翻搁较大间，连阿公阿妈都唔敢住啦。阿爸，遐钱是我拼命赚的，那是要收钱。你安那赚的？你我无看的人，突然间开车提钱转来了，你后摆，恁爸敢甲你断啦？钱若不是偷摕，就是抢的啦。阿爸。我敢有遐尼无路用？我是爱安怎做，你才会欢喜啦？哼，你要安怎做，甲恁爸拢无关系啦。最惨、最鲁莽拢共款啦。恁爸已经真看破啦。不过啊，别人有哪有爸母啦？咱这个口啊吼，已经互你害伊甲真凄惨啊啦，唔通搁去害别人迄个口啊，好唔好啦？因阿爸吼，无迄个心吹起吹啦，上命在讲因爸仔命对枪，咱莫甲听。不会搞、哦，快进去！文辉的意思是请老大不要管，把他和他们小鬼的事是他们的恩怨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就好了。说什么鸟话，打狗也要看主人啊，他这么说你看他给动嘴难，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，干随便说说，事情假如没有当老大出来谈，两边的小鬼不碰到就杀，是不是准备嗓子多搬一点？你这种头脑啊，人家随便说说，你随便听听，假笑而已。公安厂的村子要出来讲，看，文辉啊，这个搞囡仔，因老爸用台，我出来讲的时阵，也来读国民学校的啦。看，你公安怎来笑人？
赶快啦。上冤呐、啊！上啊！来，哦，老大，怎么有空？啊，坐了。这鲈鱼啦，炖一炖给他吃，养伤口。啊。啊，阿君啊。嗯。那天你们回家，他家里有没有很高兴？没有关系的，等朵桃好一点啦，我再带你们回家去跟他父母讲，朵桃这个孩子很重感情，不错啦，你把酒精给我。看呢，朵桃，你不要吃槟榔，不要抽烟会死啊！朵桃啊，哦，老娘照顾你几天几夜，你才没死啊？你想死，老娘就给你死！朵桃啊，这件事情啊，人都已经被你们杀了，以后大家出门都要碰面。这样吧，看我的面子，大家算了。你看怎么样？老大，我是没问题啊。不过上次被杀的兄弟有一个已经半身不遂了，没办法生活。哎，人是我带的，我总要给他一个交代啊。嗯，讲些钱给人家应该，看要多少。你说，钱再多也用得完。我们兄弟的意思是，如果老大你肯的话，让我们靠点沾边，大家都好过一点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哦，你跟我讲明的嘛，我他给说起来，老大让你当。哎，不，我绝对没这个意思。我听懂了，会了，你等着吧，等我死了以后，看你们谁要带谁，我都管不着。哎，老实跟你讲。我今天会在这里跟你谈，是看到你父亲跟我的交情，你懂不懂啊？谢了。不过时代不同了。时代不同，仁义道德也不同嘛。仁义道德假如不顾的话，即当土匪，不要在这里跟人家混。年轻人行啊，全身都是刀伤，没有三点土就爬起来啊！你出来干什么？嗯，想你啊，找你。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要去澡堂泡一泡。我也要去泡一泡。三八你，泡了花眼会死呢。
我躺在家里躺了快发疯了，阿姑呢？连我呼吸都要管了，我真的不知会跑出来的。不行啦，阿姑那个火把户啊，连我都敢跟我顶嘴啊！你少来，回去啦。回去啦！啊，你是咧搞地赛呢？回去啦！我不回去啦。 随便你啦，阿丹啊，阿坤说我故意放你走，阿爸我头打个包了。对，他说如果找不到他哦，叫我也不要回去了啦，不要管他了。怎么可以？你要害死我！干你娘！你乖乖回去躺着会死啊！不要连累别人了。拜托啦，李婶啊。好，见。 哦，哎呀，好冷啊！哎，外面还下雨啊！哎，赶快下来泡，不然会感冒。哎，浴巾拿掉才卫生嘛。嗯，好。 他给老大虽然已经过世，不过我们各逃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不能放手。以前他是怎么对待大家的，我三郎绝对一样。其他妹不会没有干掉，我们就不能再道上混。大他被打开的嘴，不但是他的心愿，也是我们的事情。我知道，他给老大在世的时候，对大他阿力。 特别照顾，我会照他的意思来对待你。兄弟，大公家都是假的，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：老大出殡的日子看晚一点，等我事情办完了再下葬。喂，其他辈的人要来上香。哎，大家冷静一点。 其他不能要给老大上香，不能给他们漏气啊！阿吉哥，其他不能回啊，来给你上香了，你要保佑他长命百岁啊！ 拜托，不要这样看好不好？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哎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这么温柔看过我。讲实话，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？
司，若是要问婚姻的，真好，有好结尾，袂歹啦。多谢哈。起来看看我的头发啦！头发是黑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我们去结婚，好。你发烧啊？我是说真的，我们现在就去结婚，好不好？叫土狗做证人，好。好啦。麻烦啦，以后要是怎么样？还要办离婚，费气啦！干你娘！我就算跟我玩假的啦！你娘的！我娘是安怎？这个老家伙你生的，都为了我！干你娘！整天没事找事，翻脸跟翻书一样。好了，不要三八了，你推过来，赶快来啦！推过来。你都搞错了，你女人，阿坤啊，这公园呢，你不要，你管没你面子，人家会笑了。都留你多快呢？压错了，哎，看你娘，你早皱眉了，你以为老娘非嫁你不可是不是？啊，阿大妈，你让他一点，不要脸的，过来了，不要打了啦。好了，海英，告诉你，老娘瞎了眼，瞎了眼，好好打。神经病！够水！阿大妈，阿坤呢？你们两人都是两伙的。消息很正确，他今晚差不多11点钟会到家。事情办好了，你立刻开车前往林口海边这间破屋子等。事情有人结果，你再告诉他，不然他会怨我一辈子。我要跟你去，不管死活都要跟你在一起。你在讲什么呢？你如果不让我去，我马上把阿坤叫下来。你敢？你下去了，够够顶啊！阿坤啊！你小子！弄好了。阿大妈，这一只是进口的，应该不会变到自己哈。
快走。你干什么？万一我们真的逃不掉，你没有开枪，罪比较轻。阿坤他对你不错，你可以娶她。杨姑催肥短期设下的栽培法，经农林部等有关单位的三郎说的破屋子就是这间没错。阿丹啊，你知道我的本名吗？不是叫蔡金锤吗？那是后来才改的。我的本名啊，叫做蔡六六。因为我老爸到66岁才生我。小时候啊，我的身体很坏，啊，上高级卡车跟他低多的，反应又慢，一直到5、6岁，还不知道什么叫高兴，啊，只会哭不会笑，啊，邻居都说你这个孩子是在金腿呢，啊，金腿金腿等于叫救掉的。后来啊，我才去区公所改名叫蔡金锤的。我这么多名字哦，我还是觉得腿狗最好听。腿狗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吴金锤，蔡金锤，赶快弃械投降，不要再做困兽之斗，小心点，走出来！我的干娘啊！吴金锤，蔡金锤，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，再给你们1分钟时间，把武器交出来，手举高。
出得去，让他们做一个就够本了啦。跟我走，我带你走。那些条子会送我去医院的。走，林北哦，贵辛苦转钱岗，这笔医药费太大了，哪有警察去开了？赶快走吧，你走啊！
你家娶一个某，我唔知当时才会阁转来。阿星，来吃一碗面。哎呀，有事要死哦！你家己摕去买棺材啦，我坐坐你买棺材啦。哼，你袂着想袂啊？三个后生哦，出了这个精神啊，咱会袂晓亲像恁大兄呢，好好啊做代志啦。咱人哦，平平安安过日子，无趁钱袂要紧，莫让厝边头尾安尼叽叽嘟嘟啦。阿爸。 阿星的安尼，拢是我害的。顾三小伟，对啊，好啊。当初他得叫伊某来跋筊，跋输的是我，若不是我，成个会变成个安尼？对啊，莫去讲啊，我若是无伫的，伊就较有效了。我若无讲清楚，可能是我啦。 我你打死死人，我永远都袂过心。行啊，你不应该有今仔日。阿星。
坐下，赶快坐下。坐，坐下。宣判，蔡金锤持械杀人，处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吴进成意图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恐吓使他人之财物交付，处有期徒刑两年。又持械抢劫，杀人累犯，处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孝顺母亲，知道吗？嗯。
点，我等一下带你出场好不好啊？你肯花钱，当然好啦。不过吃饭跳舞可以，求客免台。哎，干嘛？替谁守节嘛？我先生呢？他出国留学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哎，火车马上就来了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头啊！你真的跑出来了！我好久没吃避孕药了，我要让她怀孕，这样子你就不能甩掉我，就算死我也要让你欠我的债。傻瓜，三龙讲起来也真穷，全省的兄弟都看不起他，躲都没有地方躲。躲往哪里躲？就算他能躲得过现在，他能躲一辈子吗？我回家去看看。危险啊，没有关系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南下，搞不好会把我害死。我好想你啊。你这样躲，要躲多久？一年？三年？还是永远？人家杜丽已经有了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难道这孩子生下来想见他爸爸一面都要偷偷摸摸的？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的爸爸一样
照顾这个家，照顾我们的孩子呢。放心了，他会整天待在家里。这项赛车全程65圈，比赛进行到最后半段的时候，竞争特别激烈，尤其是曼塞尔和巴西赛车选手皮奎特之间只有些微之差，而曼塞尔在稍微落后皮奎特的时候，我求求你，站在我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皮奎特则坚持放他一条生路，我求求你，不要讲了。曼塞尔证明了他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。他创下了在这种我们要教训赛车当中单圈速度最快的记录，并且赢得了这项比赛冠军。这是曼塞尔第三度速度大赛车冠军，而皮奎特在没有跟上。你也会怕死？我在海边的时候，那么多支枪对着我，枪支在那落在背后嘞，你别个推工啊，行还准备起笑，这拢是你这火啊底下地阴啦。三龙，你也会有今天啊，该你的。是因为他的女人怀孕，小孩生出来不能没有爸爸，他的一条命实在是他的孩子救的，干，我们会不会像三郎那么好命？不要说了，我不要你离开我，我不要一个人过日子。吓我！
心。